是软刷毛、轻盈刷毛，真的是升级版的刷毛大学梯。韩国的面料又不易皱，所以我觉得超级棒的。直接美拉德配色，那我觉得这整件你看一下，它完全真的好像没刷毛的大学梯哦。但是呢，它满满精致的刷毛，好舒服给大家，但却让我们穿的不臃肿。它牛仔那种灰底，然后配上这种深蓝刺绣的字体，而且我觉得它字体设计很棒，它就有那种很时髦的那种杂志的字，然后那样潮写字，所以我觉得它的话呢，就是连你叠搭外套的时候，这边露出来啊，都很时髦。下面有点螺纹松紧，所以呢，你即使不扎哦，如果你只是想小随意的话，你都有一个 so cute 的腰身感。